Micro SD 还有 GoPro 11这个用好之后，来之前哦，我们前面拍的那一段，这个开箱或者后面，因为我有可能把顺序颠倒，就不会放在这一集当中来做这个，直接来做一个演示。这样看，这颗有多小颗？手表比例尺，这就是比例尺。也看讲，这颗到底有多小？比手掌还小，所以等于可以把整颗放在手掌心，就这种感觉有没有？它真的很小一颗，哎，的这个概念，但它居然有一 T 加上。而现在一颗在 Momo 或 PC 后卖不到2000块台币，真的超便宜。而且再来，比较冰要有下，然后盒装上面有写哦，这盒子上面有写，它是韩国制的，它这边会有一个 Made in Korea， 然后刚好看转得很漂亮，有没有 ？Made in Korea， 很漂亮。按照之前这边还有旧的盒子，这是我买的第一颗 T7， 然后现在第二颗 T7 哦，第二颗 T7 底加，然后算做一个这个，又把它比较一下说，说哦两颗有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子。啊，看盒装，看上面的相关的叙述，看都是韩国字，然后都是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之类的，所以说应该是它本质上没什么差别，内容物应该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一颗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来分享？因为我等一下就要把它正式装机使用。然后顺道一提，之前我有拍过蓝色的 T7 开箱，现在有颗黑色的 T5， 我还看得出来上面有一些污渍污垢啊，看。等于说用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应该用一年以上我才有，因为之前那个老坐垫就一直储存空间不够。当初我买的时候 T5 一颗还要2000多，好吧，后来我那个时候买 T7 蓝色那一颗的时候是一颗还要2700，但至少你看 double 速度好了，贵一点值得。现在这一颗比当初我买这一颗还便宜，所以赶快，现在不用思考，直接买无脑买 T7， 保证你用得很开心。然后有趣的来了，一般来说比较慢，它应该会比较薄错，比较快的比较薄，刚看到，嘿，那上面的污垢、灰尘，可以大家看到这样子。不过 T7 比较薄，哇、哦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情的，真的，我觉得很可爱。我本来预期就是说这个应该会比较厚，因为它为了它的速度啦之类的，还要储存空间。但是 T5 它比较厚，但是它比较短，对吧？有一个很有趣的比例尺，这样它比较厚比较短，但是宽度基本上是一样。T5 好像刚才那边有个 1TB 有没有？刚好我就拍得很漂亮，跟你讲，哎，大概是这种感觉。它好像稍微宽度也短了一点点哦。这是简单的一个 T5 跟 T7 的一个简单的比较，这样。接下来这个 T7 我就会直接把它装机做使用，因为为什么会这样拍？因为刚好旁边还有一颗 T7， 真的正在服役中的一颗。蓝色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但是我想说作为一个区别，所以我想买一个不一样的，它真的长得一模一样、哦、都是 Samsung Portable SSD T7 这样子，然后、哦、它的厚度跟宽度摸起来是一样的，而上面的字样也是一样的，宽度厚度等等，它都是同格。我本来想要买 2T， 但是 2T 一颗快4000块，所以还是买不来下去，所以先买 1T 好不好。所以现在我总共有 3T 的行动装置跟时代眼泪，所以我策略是正确的。我觉得先在你那个年，在不管你购买的年代或是时间点到什么时候，先买最划算的版本，直到你真的需要多的空间之后。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不是那种非常专业的需要大空间的职业使用者，这个是实话，不是说我们贬低自己或看不起自己，而是说因为你真的用不到那么多的储存空间在一时之间，所以你最聪明的策略就是你先买一颗，之后你再买第二颗，好吧？然后时间到第三颗，它会慢慢便宜，你会发现每一颗你买越快越大，有没有？越便宜哦。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心得，这样的话秀一下这个手表。它不叫手表，这个东西是它基本上它不会有很大的降价或折扣的机会，它买就是买。所以反而有时候你讲说这个东西早买一点早享受，这个它就不太一样。你看它这个蛮可爱的，它这也 T5 是这样型，有它的标示方法也跟这个不一样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概念。它也是早买早享受，但是那个仅限于非常专业的使用者、创作者们。对我们这些业余的来讲说，你在买该用的，当下买该用、够用的就好，你会最划算。就跟买桌机的那些零件啊、显卡什么之类一样，是你如果买要机皇，你会发现很快的你会掉价啦，什么之类。当然如果你要卖二手，但像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卖到二手，所以通常这个私人的使用上，这是一个小小的策略分享，这样。
好，啊，拄只样子讲讲的呢，因为我们现在旁边已经准备它这个原厂线，因为我总共买了三颗，就这样会有六条线这样子。啊，这是一条 Type C to C 看得出来吧？的线这样子。之后我们就打算把它直接装机，好插上去，作为一个使用。我很喜欢这种原厂有复不，虽然说大部分都有，但是像现在 iPhone 就没有复线了，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。原厂线就一定够用，一定好用哎，至少你拿到。随插随用，你就可以马上开始做你想做的事，你不需要再去买一条不确定到底该花多少钱的线，那是一个什么解问题啊？原厂有，而且看盒子上面都写说，你看它有两条啊，两盒子上面没写。等一下你要在哦这里，可以的坑里捏啊，这样它都有两条给你。所以不管你是用你不管用哪个系作业系统哦，哪一个版本的作业，然后哪一家的系统，它就直接给你两种线。你也不需要怕你的转接头啊什么之类不够用，或者电脑上没有孔，两种都有，100%保证你的设备可以马上使用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优点。My God.